好了，再来讲缅甸呢、啊，哎，缅甸啊，缅甸这个中间就大部分土地啊，就是住缅甸主信佛教啊，然后呢，在这边有三邦、卡钦、卡亮、果敢，在西边有罗兴亚啊，那他们呢，就是不是缅甸族，还是少数民族啊？那左边的罗兴亚族是穆斯林。啊、右边的什么嘎亮嘎庆、啊、是信耶稣、啊、果敢的话是信道教信佛教、啊、而且是跟我们是讲中国话、啊、那看中国字用人民币这样子、啊、那这个缅甸的佛教徒、啊、很讨厌罗兴亚的这个穆斯林、啊、罗兴亚的穆斯林很可怜、啊、他住在缅甸已经几百年了，可是缅甸不承认他们是缅甸人，不给他们国民身份证，不给他们公民身份，所以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选举罢免、壮志复结、啊、自由平等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一群住在这个西部阿拉干山区的穆斯林的部落、啊、这样子。然后这几年就是开始有这一个佛教徒了，佛僧、啊、佛教徒佛僧带领这个佛教的信众、哦、那怎么办，然后就去、啊、到这个穆斯林罗兴亚人的这个村落里面去烧杀掳掠，所以就是罗兴亚人就变成难民、哦啊、走陆路的话就是爬过阿拉干山逃进孟加拉、啊、走水路的话就是搭船、啊、往那个南太平洋、啊、跑、啊、然后罗西亚人当然也是很聪明啊，他不可能说是我去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尼啊，他希望他被谁收留？被澳洲收留嘛，要让那个比较有钱的国家收留。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很多难民死在海上啊，是这样子啊。然后最近就是说，这个因为真的是罗西亚族被欺负的太凶了，所以罗西亚他自己怎么办？也开始有组织了，有武装了。那最近他们就是有攻击这个缅甸的这一个警察啦、啊、军人 啊, 啊，所以你一攻击的话怎么办？缅甸当然就是大力镇压啊。那更糟糕就是那个翁山书记啊，翁山书记啊，所以我现在对翁山书记真的是、啊、是很瞧不起他的，真的是，因为他你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可是你对于这个缅甸的这一种少数民族啊，你没有这种所谓的平等对待的这一种心理。你知道翁山书记骂罗兴亚是什么什么？他说罗兴亚族是恐怖分子，所以我们缅甸出动军队镇压那是应该的。我觉得他讲这个话是不对的，因为你罗兴亚族被欺负太久了嘛，懂不懂？被欺负太久了嘛，所以很明显的就是翁山书记他也有问题，他是缅甸佛教徒主义者，是吧、啊、所以他这个就是鄙视这个罗兴亚穆斯林、啊、这个不行，所以以这种水准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啊、实在是不够格、啊、所以他变成只是说他以民主人士方式对抗、啊、这个缅甸的军政府、啊、你是因为这样子，可是问题是你如果要对诺贝尔和平奖的话，你必须要有那个曼德拉啊那种层次、啊、那种档次、对不对？好 ，After attacks on police station, they killed 12 officers 啊。啊就在这个杀害十二位警官警察的这一个对警察局的好几个警察局的攻击事件之后啊，缅甸的这一个安全部队啊就 on alleged Rohingya militants。就针对所谓的、啊、涉嫌的罗兴亚的好战分子、啊、launch a crackdown on、啊、就发动镇压、啊、那 left at least 110 people dead、啊、然后呢这个镇压呢、啊、就是造成了至少有110个人处于死亡状态，所以你看到吗 left dead 为什么不用 dead、啊、就是不是用 death，
就是因为这个 LEAV 这个字有一个，它有一个叫有一个不完全不及物动词的用法，就是使某某人某某事处于什么状况啊？什么状况啊 ？More than 18,000 Rohingyas, a Muslim ethnic group, persecuted by the Buddhist majority. 看到没有 ？Persecuted 迫害啊！而且左边怎么办？左边让 Who have been? Who has been? 看到没有啊？就说。有超过18,000名罗兴亚人，啊，也就是被佛教啊多数民族啊所一直迫害的一支穆斯林的这一个族群呢，啊，有大概超过18,000人，干嘛 ？Fled across the border， 啊，就是跨越边界逃亡 to Bangladesh， 啊，逃到孟加拉啊，因为孟加拉是穆斯林的啊。啊，再来两则的科技跟财经新闻啊。Amazon struck fear into established supermarket retailers when it launched a price war on the day it took official ownership of whole food markets 啊。这个 Amazon 啊，它有买下这个有机食品的最大公司叫 Whole Food Markets 啊。然后呢，它在正式取得他的拥有权那一天干嘛？他就打价格战、折扣战，然后打这个价格战怎么办 ？Struck fear into established 是先形容词，既有的啊，就是存在很久的 supermarket retailers 啊，超级市场的零售商啊，这个亚马逊在他。啊，正式取得啊，全美国第一大有机食品公司 Whole Food Market 当天发动价格战，啊，是什么？就把恐惧之心啊，打进已经存在的这些超市的零售商，啊，就让人家感到害怕，整个心里感到害怕，哦，那打这么凶啊。Prices for delicacies such as responsibly farmed salmon were cut by a third. 看到没有啊？他说，比如说像啊，这个以负责任态度农作产生的，你看这个英文 responsibly farmed 啊，比如说以负责态度农作产生的 salmon 鲑鱼。或者不叫农作，渔作啊，因为那个 fish farm 就是渔场啊，以有责任方式啊，这个营运啊，这个养殖而出来的鲑鱼这样的 delicacy 啊，这样的鲜美的东西的价格 were cut by a third 啊，对吧？这个砍三分之一的价格 ，and animal welfare related groups。Ground beef by 29%， 而且怎么办？而且跟动物福利有关的绞肉、碎肉，这个 ground 可不是土地啊，是 PP of the verb grind 磨碎，所以 ground coffee 不是土地咖啡是吧？是研磨咖啡啊，这个是已经绞碎的啊，打碎的牛肉。而且怎么办？而且这个 Amazon 公司又特别加上三个字 ，animal welfare related 啊，这个跟动物福利有关的这个牛肉的绞肉啊，降价 29% 啊 ，share price in some of the biggest grocery chain swooned in response 啊，这个因为 Amazon 公司这样子哇，大金来袭啊，大降价，所以什么？所以呢，啊。所以很多的这些超市、零售商、杂货商，他们的股价干嘛 ？In response， 他的回应，他对 Amazon 公司这个大降价的这一种攻势，他的回应怎么办？就是 swoon 的，就是好像整个人被敲昏了啊，不省人事，就是大重挫，看到没有？啊 ，become unconscious and fall to the ground， 变得不省人事，那。倒地啊，也就是这些 biggest grocery chains 啊，就是美国一些最大的这个啊，这个杂货商啊，百货这个超市杂货商连锁店
股价啊重挫啊，被这个 Amazon 打昏了啊，打昏了。他们的这些零售商的反应就是被打昏了啊。But many think the industry is ripe for a round of price slashing 啊，但是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零售商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个超市零售业啊，现在已经准备好应该要啊有一轮的这个所谓的销价啊 price slashing 啊，就是砍价啊，这个就是销价作战啊，销价战啊。Using a fund that allows the state to intervene in failing banks, Russia's central bank stepped in to rescue Otkritie, a country's largest private lender, after a run on its deposit. Run on 被它叫挤兑啊 ，deposit 存款啊，就是老百存款户挤兑存款啊，就挤着啊冲排队。挤推挤啊，然后要把存款提出来啊，就是前俄罗斯最大的 private lender 啊，民营的啊放款机构，就是银行啦，银行啊，民营银行啊 ，Otkritie 啊，在挤兑之后啊，俄罗斯的央行就介入啊，就是啊营救它，啊怎么营救 ？Using a new fund。动用一个新的基金，然后呢，关系子句，这个基金容许国家、容许政府啊介入 failing banks 啊，介入啊快要垮掉的银行啊，快要败掉的银行啊。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one of the country'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eemed too big to fail 啊 ，deemed 左边两个字 ，which are 啊。这是头一次，这是什么？这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啊，这个有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这一个金融机构，啊，之一，头一次 has needed a bailout 啊，头一次啊，到目前为止需要纾困。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One of the country'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啊，两个字省掉 ，which are deemed 这个字重要的就是被认为是，所以它没有后面 deemed 后面没有 as， deemed 后面没有 like， deemed 后面就直接加那个代表它的那个形容词啊，看到没有啊？被视为大到不能倒的啊。这个金融机构之一，头一次到目前为止需要纾困。